又听《凡人修仙传》第298回。那蓝衣青年呢，已经将那琉璃兽的精魂抽出，收进了黑帛之中，并从那妖兽的尸身上翻出了一颗白色的内丹，收进了腰间的储物袋内。现在这青年忽然抬头起来，往四处打量了一下，附近的三人一见，不约而同的屏住了呼吸，隐匿身形，不敢动一下。但是事与愿违，青年的目光在扫到三人隐匿的空中的时候，却蓦然停了下来，嘴角升起了一丝讥笑，冷冷地说了一句：三位道友看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看够了呀？可否现身一叙啊？听了这话，老者三人几乎同时遍体生寒呐。跑！不知道三个人中谁喊了这么一嗓子，三个人马上化为了三道长虹，二话不说的分别朝三个方向落荒而逃。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为什么走得这么急？难道害怕我吃了你们不成啊？蓝衣青年微微一皱眉，喃喃自语，同时脸上一丝疑色闪过。但是随后青年脸色一沉，双手一挥啊，三只灵兽袋接二连三的被他系到了空中，漫天的三色甲虫铺天盖地的狂涌而出。这蓝衣青年还用问吗？正是刚刚从深海返回的韩立。偷偷回头瞅了一眼的老者三人，一见此景，脸色骤然大变呀，动光不觉又快了三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轻吟之声从青年口中悠悠传出，漫天的三色甲虫在这个声音中往空中一聚，瞬间凝结成了三只长约丈许的巨毛，尖啸之声大起，巨毛化为三色的光虹，一闪即逝的分头击射而去，动光竟然是奇快无比。破空之声痴痴传出，转眼间巨毛追寻着三个人不见了踪影。韩立站在原地，没有一起去追的意思，反而悠悠然的将那琉璃兽的晶莹兽皮用一道青光轻而易举的切割了下来。这琉璃兽的皮呀，炼制护甲那可是上好的材料，韩立自然不会放弃的。在将琉璃兽的残尸化为了灰烬之后，韩立转身将附近的布阵器具还有珊瑚岛上的泥城草都收了起来。才刚刚做完这一切，远处的天空中三个方向上先后又有光华闪动起来，等稍微近了一些才看得清楚，竟然是三个人驾着遁光飞射而回，看他们的方向正是韩立站立之处。再看这三个人呐，脸色煞白，脖子上多出了一个三色的颈圈，一副垂头丧气认命的样子。看到这一幕，韩立摸了摸下巴，心中冷冷一笑，眼看三人老老实实的降落在自己身前，韩立展颜一笑，竟和气异常的问了一句：三位道友能否告诉在下一声，为何一见韩某竟然如此惊慌的跑掉啊？难道三位认识在下不成？一听韩立这话呀，三个人不禁面面相觑，一脸的愕然呐。这位虫魔此问的是何用意啊？这难道要在灭杀他们之前还要戏耍一番不成？道友想要取我们的性命，
尽管下手就是了，何必说这样的话呀？凶恶汉子呀，嗨，把心一横，反正也到这个时候了，干脆什么都不顾，狠狠说道：“这倒奇怪了，难道在下刚才的提问有什么不妥吗？”韩立脸色一沉，陡然之间寒了下来。我等兄弟实在不知道前辈在此捕杀妖兽，否则绝不敢有扰虫魔前辈的。在下几个人只是无意闯到此处，绝没有半分恶意，还望前辈手下留情。文修士却似乎从韩立的举动中看出了什么生机，脸上恢复一丝血色之后苦苦哀求：“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虫魔？你们说的是我？”韩立眉头微微一皱，一丝疑色闪过脸上。阁下不是虫魔前辈？原本任命的老者闻言不禁喃喃的一呆，脸上露出惊疑之色。嗨，看来啊，三位道友似乎误会什么了。韩立轻轻笑了一声，犹豫一下之后还是手一扬，三道青色法诀射到了三个人脖子上的颈圈，顿时三色禁锢在一阵低鸣声中溃散开来，重新化为了无数的甲虫，一窝蜂的飞回到了韩立腰间的灵兽袋中。见此情景，那死里逃生的三个人又惊又喜啊，虽然说心里边还是疑惑至极，但他们现在倒多半相信啊，可能啊真的认错人了，否则以那虫魔的名声怎么也不会故弄这些玄虚的。不过在见识过韩立惊人的手段之后，他们还是恭恭敬敬的，不敢有丝毫的妄动。这样看来呀，我等真的误会道友了，以那位虫魔的性情，绝不会像道友一样轻易的放过我等，不知道道友尊姓大名啊。老者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连忙陪笑问道。他心里头很明白，眼前这位爷即使不是那位虫魔，但是手段并不比真的那位差到哪儿去，一样取他们的小命，易如反掌探囊取物一般，他自然不敢有任何的怠慢。韩立听了这话微微一笑，一张口正想说什么的时候，却轻轻的一了一声，向空中望去。三位还有什么同伴吧？他们好像也到了。韩立望着天空慢悠悠地说道。老者一愣，但是随后想起了什么似的，抬头往同一方向望去，但入目之处空空荡荡，什么人影也没有，不由得又露出了一丝困惑。我等兄弟的确还带了一些门人子侄，这算算他们也应该到了。心里有些半信半疑，老者还是老实的回答。可就在他刚说完此话，天外就现出了一小串光点，正是那落后的一干筑基期修士。他们比这三人呐，速度实在慢的不是一星半点，至今才刚刚飞到这儿。老者一看此景，神色微变，这说明对方的神识远在他之上，对韩立的畏惧心理不知不觉中又增添了三分。韩某生性不喜热闹，三位道友安排下这些门人弟子，我在此岛另一端另等诸位道友，韩某还有一些问题想向三位请教，希望三位不会不辞而别吧。韩立眯起眼睛看了三人一眼，忽然大有深意地说道，然后才微微一笑，化为一道青红
飞向小岛的另一侧。老者三人这才大松了一口气。如今呢，虽然不知道青年是不是真是虫魔，但现在看来，对他们三个人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杀机，小命暂时算保住了。于是在老者郑重之色的几声低语之下，文修士未点头，当机飞向了天空，迎向了那群筑基期的修士。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飞遁到那群门人弟子跟前，他冷冷地说了一句什么，这些修士马上随他缓缓降落在小岛边上，并没有和老者他们汇聚一起。这个时候，文修士才心事重重地重新飞回了老者这边。秋秋，怎么着？咱们还真要过去啊？凶恶大汉一等文修士过来，就立刻问道。神道友，不要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你也看到了刚才对方的手段。你真以为我们现在还能逃得了吗？到时候对方问什么，老实回答就是了。千万千千万万别触怒对方，把对方当作元婴期老怪物一样对待就可以了。以此人的神通，应该不屑杀我们的。老者神色一变，慎重至极的警告。秋兄说的有道理啊，我看这个人呐，也不像穷凶极恶之辈，我看还是别轻举妄动的好啊。文修士同样连连点头赞同。凶恶汉子虽然说心里老大不赞同，但是见他们两个人都这样说了，也就只好将那点小心思收了起来。随后三个人乖乖的向珊瑚岛另一端飞去。韩立此时啊，正盘膝坐在一块平坦的珊瑚礁上，悠哉悠哉的等着三人。几位道友，我们盘膝而谈吧，给在下讲解一下最近的奇缘岛海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韩茂从深海返回的路上，可接连碰见了数波的修士。我可记得以前这片海域非常少有这修士前来的，不是都在海渊里捕杀妖兽吗？当然了，那个虫魔的事情在下也想详细的了解一二。韩立冲三个人随意的一招手，神色如常。面对韩立这般不动声色的表情，老者三个人却越发的惴惴不安，恭敬的应了一声之后，才小心翼翼的坐在了附近。道友啊，看这个样子您有两三年没去过奇缘岛了吧？深渊海域啊，那早已就是我们修士的禁区喽。哎，如今甭说去那里捕杀妖兽，就是有人谈起深渊来呀，都几乎是人人色变的哦。老者苦笑了一声，慢慢悠悠地说道。哦，道友详细的讲一下。韩立的脸上倒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异样。这件事儿吧，说来可就话长喽。事情还得从2年前的那次妖兽发狂说起。这老者呀，一见韩立用心听着的样子，心里边稍微放心了。略一思量，就如实叙述起当年的深渊惊变，以及后来元婴期修士都无功而返的事情。韩立坐在那里静静的听着，等听完了全部事情的经过，眉头不经意的一皱，悠悠的自语说：“
照这么说，这当年的深渊海妖兽狂暴之势，死伤了不少高阶修士，可甚至连元婴期的修士都无法立足了。难怪其他海域的修士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呢。表面上看来啊，韩立根本没有被老者叙述所动，但是心里头其实震惊不小。深渊的妖兽竟然狂暴起来，甚至数名元婴期修士闯入其内还落荒而逃，他怎么听都从中感到了一种不妙的迹象。难道说外星海也要大乱不成？哎，下面讲讲那位虫魔的事情吧。三位一见之下就认为在下是什么虫魔，难道韩某真的和对方很像吗？韩立略微顿了一下，又颇感兴趣地问道。这话却让对面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怎么说呢，乍一看吧，道友的确和那传闻中的虫魔很像，相貌年轻，同样使用多把青色飞剑，看起来只有结丹期的修为，并且会驱使成千上万的飞虫。还是文修士干咳了一声，接口说道，但他每说一句，声音就不觉低了一分，因为怎么看眼前的这青年和那传闻中的虫魔还是十分的吻合，文修士不由得心虚起来。哦，听起来还真像说的是在下呀，道友说的再详细一点吧，那位虫魔到底做过什么事情，好像名气不小的样子呀。韩立脸上闪过了一丝异色，非常平静地问道。和这个虫魔相关的事情太多了，哎，但是最出名的呀，就是虫魔在四年前以一人之力啊，驱使群虫灭杀七八位结丹修士之事，这也是此人的成名之战呢。韩立听了这话，脸上丝毫异样没露，可是心里边却咯噔了一下啊。原本此役之后，这位虫魔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没想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奇缘岛附近的海域却频繁发生有修士被灭、被夺宝的事情。据生还之人指证啊，正是这位虫魔同样驱使着漫天飞虫，将对手轻易的吞噬干净，而这样的事情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发生一件。据传闻呢，死在这位虫魔手上的修士已经多达百位，虫魔的名声可算是凶名滔天了。一口气儿说完这些话，文修士脸上带了一丝紧张，露出了一点不安之色。不光是文修士，那老者和恶汉同样将心提了到了嗓子眼儿啊，不知道刚才的话会不会触弄眼前的这位青年？那对方说不定就是那位虫魔本人呐！有意思，看来这位虫魔的恶名还真的不小啊！哎，不知道诸位道友是否知道，这虫魔到底长得什么模样？驱使的飞虫和在下一样吗？韩立非但没有动怒的意思，反而笑了。这个什么模样还真没有听别人细说过，好像相貌很普通吧。至于驱使的飞虫，似乎是一种金银两色的飞虫。哎，道友，您的这个是三色的甲虫，看来前辈还真不是那魔头了。文修士开始的时候啊还吞吞吐吐，这个时候才发现对方和那位虫魔的不同之处，不禁惊喜地叫道。老者和恶汉也醒悟般的同时想起了这件事情，也同时精神一振。哎呀，对方不是虫魔的话，他们的小命可就更安稳了一些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99回。